们献上我们的诚人诚心，主，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来朝见你，主啊，请你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大能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献上我们诚人诚心在这里，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如馨香的祭传扬天父那里去。阿爸父神，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赞美、尊贵的主。凡有口的都要来赞美你，万机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称颂你。主啊，你的名就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要全人全心尽情的来敬拜你，只想你的心满足。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敬拜你，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们难在乎你心情的敬拜你。是的，我们要看见，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主啊，是的。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全心敬拜你，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果我心看见你的荣耀。Thank you.
命当中。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圣灵的火与我们同心同行，哈利路亚，圣灵的火浇灌在这里，主啊，阿爸父神，我们同心合一的在你面前呼求你，仰望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主啊，谢谢你将清晨的绿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哦，主啊，主啊，照亮我们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哦，主啊，把我们的脚步引到了平安之地，在这里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哈利路亚，谢谢主，哦，谢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荣耀归主，哦，主啊，主啊，你的宝座在这里，你的坐在宝座上威光，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同心合一来呼求你，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来照亮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的黑暗，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为寻求你，朝见你，主啊，忘记我们背后的，哦，努力你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谢谢主，谢谢主，引领我们，引领我们的脚步，哈利路亚，我们宣告，我们在基督里就有平安，我们在基督里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们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哦，主啊，一切问题结束了，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得救的，已经蒙恩的儿女，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是的，主啊，阿门。是的，主啊，我们不仅仅能看见你，主啊，何等的恩典，主啊，你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在，你与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同在，主啊，这全能至高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求主的灵每一天都浇灌我们，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每一天赐下你的新的怜悯，赐下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你把新的道路，新的方向向我们指明，让我们不再凭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行，而要主啊，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你们在你每个儿女的身上，主啊，你在你的教会身上，主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和命定，主啊，我们要行出你的旨意，行出你的命定，因为我们在世上是你的器皿，主啊，我们是你的器皿，要为你所用，主啊，当我们荣耀真的在主面的时候，主啊，蒙你喜悦，主啊，你说这是我的喜悦的孩子，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完全的顺服你，完全的顺服你，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事上，我们都看见你，看见你与我们同在，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的显现，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主啊，现在求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来浇灌我们，浇灌我们，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兴盛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灵魂兴盛，身体健壮，身体凡事兴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我们一切的事工都交托在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为我们带领。主啊，求你主圣灵给我们牧者和我们众同工加恩加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拜拜、敬拜献给我们宝座上的羔羊。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每一个孩子以圣洁的心来荣耀你，在人不能在神里凡事都能，每一个家每一个孩子都要来荣耀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无论环境如何，我要仰望十字架上的主来帮助我们。也是，然后信我的弟兄，信我的，信
我跟白衣哦。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荣耀。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因为复兴嘛，我不难做。主，你要复兴我们，凡事都能做。神的奶奶每个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家人。凡事都能做，主你的荣耀来降临，来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你帮助的师父母，想想心来感动和感动的。你也让牧师师母和凡事兴盛来荣耀你。每一个大山教会，想想可以和每一个孩子来感动的。让德罗水德胜教会和每一个孩子常常喜乐来荣耀你。就要亲近我的神，就要亲近我的神。每一个孩子都用圣洁的心来感谢赞美你。我一生一世要敬畏你到底。每一个人在面前都要感恩，要完全的来赞美你。我们永远永远都需要你的同在。你是我们最爱我们的天父。我是你最宝贵的孩子。哦，我们是你的孩子。我在地上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需要你。不要环境如何，我要依靠你到底。无论环境如何，我要依靠你到底。你是我永远永远的孩子。你是我永远永远的天父。多谢耶稣基督复活的主的帮助我们。感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在你的圣殿当中大得荣耀，因为你本身就是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要来到这里，天天来装备，天天来兴盛，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兴盛的教会。阿门。帮助我们天天的在你里面更加的亲近，有你的话语，有你的装备，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在你里面。阿门。感谢赞美，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生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有你在这里，我们不用怕。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欺负我们每一个人，欺负我们教会，欺负我们牧师师母，欺负我们国家民国，奉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感谢大的父，我感谢我们赞美你，用你的圣灵降临在国主的身上，灌溉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得着属天的能力。主啊，愿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需要你圣灵带我成长，归向主耶稣。主啊，我只是呼求你高牧我的，帮助我的。主啊，我主心主用，现在跟主耶稣登路走。主耶稣你在前，我在后，我永远跟你到底。主啊，你要爱我，爱到底。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亲爱的天父，荣耀的上帝，清早起来，我们来到你殿中，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求主倾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每一个孩子的祷告你都听到了，你也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你
你的孩子们在哪里，你的荣耀就在哪里。主啊，求你保守你的孩子们的每一步，主啊，都要彰显你的荣耀。虽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要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你的旨意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啊，你的旨意在哪里，和你使用的人就在哪里。主啊，你本是道路，你本是生命。主啊，我们是用生命传递生命的人。主啊，行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得见那光。感谢主，你的光要照耀我们，走那有生命的道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天父，请大家祝福，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希望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祝福都是你发的。父亲，请看管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走在父的道路上，让我们有更好的、更美好的，能够在活水的涌泉中成为父所喜爱的器皿，让我们每个人的走出活水教会，让我们身上都有看到光和热。父亲，请看我们的脚步，请看我们的言行。此上的荣耀是归于主，赞美是归于神，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是的，大天父，我们虔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就是要来领受从你而来的福分。主啊，你今天祝福我们，主啊，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主啊，更多的引导我们，主啊，更多的荣光覆庇我们，主啊，我们为所有活水的圣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们来代求，以及我们的家族血脉来代求，还有法拉盛这地的百姓来代求。阿爸天父啊，我们纽约州的百姓，主啊，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阿爸天父，愿你的荣光，主啊，来覆庇我们，来保护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归向你。主啊，一切的虚妄，主啊，你为我们来显明。主啊，今天在这个华人，在这个法拉盛，主啊，有忧心，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无知的过犯罪孽。主啊，求你来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主啊，要真的是遇见你，不像虚妄。阿爸天父，哈利路亚，你用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主啊，每一个真的是路过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你属乎你的百姓。主啊，你也在这个属灵空气里面，主啊，你差派天使，主啊，主啊，来捆绑主啊一切的偶像的权势，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主啊，现在真的是百姓现在软弱里面的，主啊，你来拯救，在黑暗中的，主啊，你将光来照亮。主啊，被囚的你使我们出监牢，主啊，有病的你使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有软弱的，主啊，你来解救，你来扶持，你来刚强。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主啊，在你里面有大能大力，主啊，主啊，有智慧胜过众罪恶权势，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向你呼求。阿爸天父，你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在这里的呼求，你来祝福我们，你来施行极大的拯救在我们当中，你赦免我们华人，将众偶像带到这里。主啊，主啊，这地需要你，这地需要光。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来拯救我们，你做完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兴起你的儿女来更多的代求，更多的儿女要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要从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不但要脱离出来，也要去带领人出来。主啊，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主啊，赐给我们，主啊，从天上来的那样子的爱的大能。主啊，主啊，使我们能够成就你的救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计划。阿爸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明天的主日，更多的仰望主，将更多的救恩主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清晨，能够孩子在这里，
告，向主呼求，向主祷告。哦，主啊，求主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哦，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主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被主你得着。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啊你的神国的代祷的孩子。哦，能够为这个我们的国家祷告。哦，也为今天的华盛的聚会那个游行祷告。哦，主啊，使黑暗的权势能够离开。哦，离开这个游行里面。哦，主啊，使一切我们从那里经过的人，哦，主啊，都能够远离这些败坏，远离的这个主啊，是一切的不洁不义。哦，主啊，也让我们基督徒，哦，主啊，也不能去那个参加那个聚会。哦，主啊，求主你来帮助，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都被主你得着，得着主你的丰盛，得着主你的丰满。让我们在主你里面能够更加坚定信心，更加的主啊，把自己的全心全人都交给主，主啊，你也来悦纳我们，也保守看顾我们，主啊，继续复兴我们的教会，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下一代，哦，主啊，把牧师师母也完全恭敬交托仰望，哦，纪念他们的辛苦，哦，主啊，他们的所传讲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记住，记住这些。你的话，我们能够知道神国的奥秘，知道怎样传讲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的两片嘴唇和舌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有智慧，能够彻底听主你的智慧，专心寻求，主啊，聪明，主啊，那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主啊，在主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能够主啊，成为主你的精兵，成为主你的将领。主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主，主啊，继续保守看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主啊，是的儿女，我们的家人下一代，主啊，都能够兴起来，兴起来，主啊，来复兴我们，主啊，是我们的家庭，主啊，那下一代都能够到教堂来，能够做主啊，合乎主心意的器皿，主啊，成为主你的精兵，主啊，你要使用我们的下一代，主啊，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的主啊，是子子孙孙都能够在主你的正道上都能够站得稳，走得直，因为我们的儿女都能够主啊是主啊拜访魔鬼撒旦所有一切的罪谋，因为他们的嘴唇都能够像仇敌张开，因为他们的脚都能够践踏上状狮子和大蛇，主啊是。主啊，你来帮助在幕后的日子，主啊，要亲自你的灵来浇灌他们，主啊，你的灵来复兴他们，让他们得到以利亚感动的灵来感动他们，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主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姐妹，我们来宣告一下哈，话筒可以放在桌上，好，跟着我一起啊，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基督的奥秘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在于我们，来着，在于我们，再拉起来，好，在于我们连接于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一同敬拜，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赞美，一同赞美，一同。放手交托给主，一同放手交托给主，一同降服于主，一同降服于主，一同领受神的爱，一同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大能，领受神的大能，一同拍手将荣耀归给主，一同携手同心，一同携手同心，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家。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兴旺神的国，兴旺神的国，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的怜悯慈爱，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儿女真的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指望中就是我们若是还有一些病痛软弱的，主啊，你要断开我们一切疾病的捆锁，断开我们一切老习惯的捆锁，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头真是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哦，得着喜乐，得着真正的健康，让我们的灵魂兴盛，身体健康，走在任何地方，就像刚才我们弟兄说到的，我们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本来是神在哪里，
但我们要跟上去，神的荣耀在哪里，我们要赶快在神的荣耀的光照当中。而如今主啊，你的儿女个个都站立起来，个个都得着洁净，也像刚才我们的 Esther 妈妈所说的，主啊，我们真的要以圣洁的心来荣耀你，圣洁的心来敬畏你，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跟随你，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建造你要我们建造的。凡事不是你要我们做的，主你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赦免我们，保险遮盖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一切有偏差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个人，我们会有一些误解神心意的地方，但是主你不会错。主耶稣，你永远有恩典怜悯慈爱。主啊，你知道你的孩子们的心是要寻求真理，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会让我们稍有偏差就偏差下去，稍有软弱就继续软弱下去，哦，稍有困倦就困倦下去。不是的，主耶稣，当我们只要回转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不但你亲自安慰我们，触摸我们，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同时你还差遣了众使者来环绕我们，让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孤单，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你自己的天使在效力。天使就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感谢主已经差遣了祭营的天使环绕在活水得胜教会每一位肢体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在行路有平安，心中有主圣灵的平安，哦，主啊，外在有主你差遣你的使者保护的平安。无论行走、开车、坐车，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已经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赐下的平安，谢谢主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个聆听的耳。我们的耳不是听着世界上吵杂的声音或是一些闲言蜚语，我们的耳不但是心灵的耳，要像玛利亚一样来聆听耶稣的话语，聆听圣灵的声音。同时我们肉耳也有选择的，凡是主你不要我们听的，主啊，你让这些罪恶远离我们，哦，我们也远离这些罪恶。主啊，我们要听听诗歌，听神的话，听赞美的声音，赞美神的声音。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选择，因为如此我们日积月累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将是何等的丰富啊。谢谢主垂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吧，我来看对不对啊。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看对不对啊。哎，真打出来哈、啊。哎呦，对了哈，好，《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一处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心里什么感觉啊？我今天一突然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觉跟我们最近领受的因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觉得这处经文跟我们现在领受的不谋而合哈，那种感受哈，当然场景不一样。彼得当时他是坐在哪里？坐在监牢里啊，这是在监牢里啊。那跟我们说坐在死荫里的人跟坐在监牢里差不多哈，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不是都坐在监牢里吗？今天如果有人被关在这个政府的监牢里，那可能是他犯了什么法，坐监犯科了，
那彼得犯了什么法呢？他没犯什么法，因为他要遵行天法，可是天法的法律这个地上没有，所以呢地上没有，地上就说他犯法，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地上的政府看不懂听不明白，怕他一大群群众来造反，所以呢就把他关在监牢里嘛，因为彼得是在传福音嘛，所以呢他被关在监牢里，不是因为罪，不是因为作奸犯科，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耶稣犯了什么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什么？你是世界的王，犹太人的王哈。因为当他在大庭广众还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理解哦，那当然了，圣父圣子圣灵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然是与父原为一，可是当时耶稣在传道过程当中，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多少人了解呀？有多少人真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那么那些官长们宗教领袖们是非常惧怕他的，因为他太得人心了当时。可是得的那些人心呢，又是一个什么心呢？因为得的那些人心是看到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叫人吃饱啊，行了这么多神迹还平静风浪，反正那些人呢，他们喜欢耶稣，拥戴耶稣，也是希望哇，将来如果耶稣做王的话，那么一下子就可以让我们百姓有粮荒的时候，哇，他马上就可以行一个神迹出来，或者是哎呀一祷告，哎，结果呢大家就吃饱了，所以大家是用一个拥戴他做地上王的一个心态来喜欢他，不是真正认他是弥赛亚，不是真正知道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拯救我脱离罪恶的那一位。所以人们这么多群众拥挤耶稣，包括在行路当中，很多人要摸耶稣，碰耶稣，要耶稣祷告。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的确很多人要耶稣祷告，很多人要牧师祷告，很多人要弟兄姐妹同工来为他祷告，的确上帝实在有怜悯的心肠，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上帝要鼓励我们这些为别人祷告的神的仆人，如果祷告一直不生效的话，那我们也不祷告了，因为祷告一祷告就生效，所以我们就乐此不疲，一直为别人祷告。那有的人祷告完了之后呢，会感恩，会回头来敬拜主；有的人祷告完了之后呢，生效了，可是他不感恩，不回来敬拜主。圣经明明记载，那么会回来敬拜主的人呢，将来有一天在天堂你会见到他；那不回来敬拜主的人呢，虽然他暂时经历了神的一些的奇妙的神迹，好像神迹、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擦肩而过。擦肩而过，并没有真正停留，一次性的，上帝没有收回。他到底将来在天堂见到到他，还是见不到他？那我们不做论断评论，等着看就知道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圣经上说，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可是有一天呢，你上去说，哎呀，那个谁谁谁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或者说，哎呀，怎么你在这里呀？很多默默无闻的，很多在那边默默摆上的，你竟然见到他。可是很多你以为要见到的都没有见到，那就是了。就像现在我们期待好多蒙恩病得医治，身份得过关，各方面各方的人，我们都期待主日来了没有？没来。啊，下个主日也许他从外州回来了。没来，后来九几次之后，我们就放弃了，不期待了。我们只期待神来，不期待人来不来。他来的时候，每次和圣母看到一个好久不出现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们不认识，我一定认识。我说，哎呀，我很想拥抱他哈，我真希望我的拥抱啊，能够把他电到啊，能够把他温暖到啊，能够把他留住啊。下次他回家之后会感觉到一份温暖在那里，还想来。虽然他好久没有来了，我期待了好几次他都没有来，我差点失望，可是上帝没有把那个失望的心情放在我里面。
失望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成立，因为我的里面有基督，所以呢，基督不失望，我就不会失望。所以我只是期待等候。以前我在等人，后来我不等人了，我只等神了，神在就好了。那刚才你的经文先不要消灭掉哈，感谢主。那神呢，在每一个人身上做成那得救的功夫是我们自己的事，得救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那做成功夫是我们的事。昨天已经提了灵魂体的得救哈，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还可以回到网站里去回味。我也把经文大纲啊，经文都列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好好思想灵的得救、魂的得救、体的得救。那今天这处经文呢，真是神感动的啊！忽然啊，上帝的工作，我们期待，到底那个忽然什么时候来临？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驾云降临的时候，他要来迎娶我们的时候，也是忽然哦。你说是忽然，其实也不是忽然。我们等了这么久，等啊等啊，耶稣再来，等啊等啊，又过了十年，等啊等啊，又过了十年，耶稣到底哪一天来？可是来的时候就是忽然，忽然。今天我们祷告也是，祷告来，祷告去，等啊等啊，等教会复兴，等啊，哦，一个月过去，等啊，第二个月过去。我告诉你，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落空。阿门。等吧，只要你等的对象是对的，不要等人，等神。如果跟我以前一样，等着看人来了没有，哎呦，这椅子还有几个没坐满，那我不失望，可能你会失望，因为我整天都在想神的事，你有一半的时间要去想老板的事情，地上老板的事，所以变成了我等啊等啊，等到最后我不失望了，我不等了，不等人了，我就等神了。那盼望你呢，在工作职场里面，手在做地上的工作，内心在跟神祷告，所以你也在等神，你不是在等人，在看神，不是在看人。那么忽然，哦，总有那个忽然会发生的。大家说一下，忽然，忽然，哎呦，忽然会让你觉得 surprise， 好惊讶哈，忽然。有些人过生日的时候呢，喜欢给那个寿星来一个惊讶啊，所以呢，大家静悄悄的布置了一些东西，都要把那个寿星引到旁边去，先不要看到我们在布置什么、准备什么啊，先把灯关起来，哦，什么都准备好了，一进来忽然亮起来，哦，忽然大家就欢呼，哎，不是忽然吗？所以，忽然有我们看到的、想到的忽然，忽然有没有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得好好的，听音乐听得好好的，哦，忽然后面一部车啪一下子把你飞到了不知道几里远呐，命还保存就感谢赞美主了。你希望哪一种忽然临到你？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标准答案。我不希望我开车开到一半，忽然我冷不防的，或者是我今天做事做得好好的，啊，忽然一个人在我旁边给我制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希望这样。但是人世间的哪一种忽然比较多？那个忽然让你哭也不是，叹也不是，叫也不是的那种忽然似乎蛮多。为什么？因为你老在期待这世上的东西，所以那种忽然呢就会忽然临到你，而且多次临到你。因为人老多次在期待世上的人、世上的事、世上的物、世上的钱，短暂的幸福，那真的有忽然有这么幸福吗？你知道世贸那双子塔的这个大楼的那些人，他们多精英啊，他们高智商，哎，高学历啊，而且呢也有钱哦。那他们天天都在做什么？也都在奉公守法啦，上班啦，养家活口啊，爱妻子啊，拥抱一下就去上班啦。谁知道忽然临到他们的是什么？做梦都想不到，怎么可能呢？忽然就在几秒钟之间，那么的雄伟壮观的建筑物两座就这样完全的融化了呀。忽然，那这些还算不得什么，有的人逃生了还活着，现在还活着，
有些人呢，真的全家现在的哀愁也过去了，九一一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该哀的也哀了，该叹的也叹了，该无奈的也无奈了，只好重新再捡起仅有的一点笑容来面对人生，这些都过去了。这些的忽然都是小 case， 真正的忽然是什么？耶稣来的那一天，当七年大灾难发生的那一天，前没有，后也没有的 Seven Great Tribulation 七年大灾难，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这些都是圣经明文记载，这一天终要来临。在神学界有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不管是灾前、灾中、灾后，问题是你会背题吗？你会背题，我会背题吗？要忽然发生的时候，我会像这样子，所有锁链、世上的缠累全断开了，但是我就直冲到天上，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刚才、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身体得赎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只是灵魂得赎了，我们得救了，那我们魂呢，从负面变正面了，从黑暗变荣耀了，所以这个叫做魂的得救。那体呢，就在忽然发生的时候，你的体得救了，就在那个时候，所有在地狱不是坟墓里的人，像曾经圣徒，所谓圣徒是真正圣洁的圣徒，得胜的圣徒，第一批从坟墓里复活，立刻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当然了，你说哎呦，只有土葬的，所以我们现在安葬就不要这样子烧成灰了哈，不要丢到大海里。上帝真的不是看这个外表哈，不论是土葬、火葬或者是海葬，今天那些臭皮囊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一复活的时候，你的灵魂连同你的荣耀身体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是上帝做的。可是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吗？不难理解。如果你对圣经字字句句天天按部就班都在读神的话的话，那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自然吸收了。如果对圣经模模糊糊，突然翻到这一段，你给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看这一段，他简直像天方夜谭，无法理解这事情是什么。那我们按部就班读，按部就班，所以你对神的话确实可靠，对神的话信实，对神的话可以经历的，对神的话不是只是白纸黑字的。那么读到背题发生，读到耶稣再来，读到忽然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在你读到那个忽然的时候，也同时在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就已经会成为十个聪明的童女中的那个五个。那另外五个呢，没有油啊，不是没有油，是有油不够啊。可是当你一读到这个忽然的时候，你的灵里面一定不会，不需要有人讲一篇道给你听了，你自己就会赶快预备自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彼得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哪来的光啊？监牢里面通常都是比较黑暗的哈，可是呢，这个光显然是不同的光，跟监牢中原来的光那一定不一样的，而且是光，叫照耀。光照还不够，耀，我们刚刚祷告当中好多的荣耀啊，所以照还显出荣耀。是当神临到我们，当主来造访我们，当主要提升我们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光照耀。当玛利亚在领受天使跟他报信说你要怀孕生子啊，给他取名叫耶稣，那个时候玛利亚很害怕呀，这是什么啊？天使是可以看得见的天使，而且呢跟他说话，而且呢怎么叫玛利亚能够稍微心安呢？因为那个光很强，可是又很温和，很强，很有点刺眼，可是他又能看，能够面对这个光。玛利亚领受了，如果他不看这个光，天使跟他说话，或者是
像地面上的光，玛利亚是害怕的。第一个害怕是她是个童女，如果真的声音这么大给邻居听到啊，你怀孕，那如果她肚子大起来会给人家说这是私生子，你一定是不守妇道。所以玛利亚看地上的影子的时候，或地上的这些因为那个屋子里玛利亚当时也是不是那么亮的，可是呢如果只是这个亮，我觉得她还在害怕。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只是在看我们反射这些光的话，还会害怕的。当你日头怎么可以用眼睛直视啊，一个人如果直接看眼太阳的话眼睛会瞎的哈。可是神的光是可以让我们面对面的，可以让我们看他的。你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光是可以让我们眼睛头都抬起来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光，我们不要再低头。对了，谦卑很好，但是我们要昂首挺胸的为主打美好仗的时候，你低着头很容易被撒旦攻击哦，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在医治服事，他们有些讲座说你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个人赶鬼，我们通常祷告习惯是闭眼睛的，他们说你为人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病人或者是有鬼的，你要张着眼睛来祷告，因为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万一你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他突然来抓你一下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要防备，这就是打仗。你在祷告的时候，可是我们平常的祷告呢，因为要专心嘛，你看着张着眼睛祷告，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比较不专心。我就是我可以张着 眼睛为你祷告，可是我闭着眼睛祷告，我发觉我对你更了解，因为神的话语永留，所以我用了哪一句话，哇，上帝竟然用这个话来祝福这个人。所以我等我祷告完之后，我就整个灵里面只是在看神，不是在看人呢、啊。但是却祷告完了之后更了解这个人。好，那这个主的使者站在彼得的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大家稍下，拍拍拍彼得的肋旁啊、哦，拍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我听到我们有弟兄姐妹说，现在早上都不用闹钟了，到了时间自己会起来。我相信你第一天来晨祷大概不是这样，一定是上了闹钟，像我是连续上好几个时段，就怕因为我一整天实在是睡得也不早哈，那起来又这么早，真正只睡了四个钟头，那真的会闹钟响没听见，所以我怕一个没听见我就连上好几个时段，这样的话就不会来不了了，因为一错过时间就开车要开一个钟头，那就更来不了。但是从开始到现在我还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席过啊，感谢主。那拍醒，那我是靠闹钟吗？是啊，我原来是靠闹钟，但是我有两次，我不知道是我前一天晚上忘了上闹钟，还是闹钟一直响，我太累了就变成一直睡过头了。有一次我一张开眼睛，我平常是要上到四点半起，闹钟响四点五十我才是大概是想到最后一个，我一定会起来，最晚四点五十我一定会起来。那如果我想要觉得四点半可以了，我就跳起来了，但是通常都是在床上再缓和一下哈，然后再起来。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张开眼睛，我一看五点四十了，我六点一定要出门呐、啊，五点四十了。我说啊，哇，感谢赞美主，是谁把我叫醒的？五点四十了，怎么我会醒来？还有一次是我闹钟响了好几次，我知道一响我就按掉了，一响我就按掉了，真的睡过头了。然后呢，可是闹钟不再响了，我应该就沉睡下去了。我这个人是没有闹钟我是不会醒的哈，我沉睡。可是我这样突然的张开眼睛，我眼睛晃着，快五点二十了，那刚才闹钟有响过，我应该有意识有响过，哎，怎么会都睡过头了？可睡过头还会醒来呀、啊、照我的习惯我睡过头是不会醒来的，因为我太劳累了，所以体力大概就是我是优质睡眠，优质的不得了的，就是睡眠是非常沉的，而且我不做梦的，可是竟然会闹钟都响过了我没听见，可是我会突然的醒来。还有一次是我跟秀兰去香港，那我们一到了香港就想要去找教会，可是找啊找啊都问了蛮忙碌的人
都没有给我们说教会在哪里，好像香港没教会一样，是那些人都是外邦人。可是那天呢，回去之后，我跟秀兰出门在外去宣教的时候，或者去旅行的时候，都是一起祷告，天天一起祷告，而且很长的时间晚上。所以那天呢，晚上我们睡觉前又一起祷告，两个人跪下来一起祷告，我看至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在过了12点以后，我们俩就睡了。可是睡呢，我这个人半夜是不会醒来的，睡就是睡了。可是不知道，我刚刚才睡觉嘛，12点半大概才躺下去，而且马上睡着，而且一天在外面香港的街头走了这么久，所以应该是很累的。可是我突然在4点左右，我就突然醒了。我说我怎么醒呢？想上厕所吗？也不是那么想上，可是我还是去上了一个厕所。我干嘛醒啊？那我就想到有些人半夜3、4点起来，都说是清晨起来祷告。那我刚刚才祷告完，所以对我来讲，刚刚祷告完，可是我怎么会醒呢？可是这个时候心中有一个意念，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说嗯，撒加利亚书还没有讲第几章，可是我的手就去赶快拿起我手边的一个小圣经本，我是一个小本的圣经，就一翻撒加利亚书，我们最熟悉的是第4章，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可是那天呢，我手一翻就翻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完整打开第1节，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1节，你们看看写什么，吓我一跳。我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啊，这个形容那个这个夸张形容，有点鸡皮疙瘩要起来的感觉哈。哎，来，大家读一下。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这不是我平常的经历，因为我这个人睡觉太好睡了啊，几个钟头就几个钟头，完全用闹钟把我叫醒。可是那一天呢，我一看，哎，怎么让我心意念中不是约翰福音，不是创世纪，不是启示录，怎么我从来不会去想撒加利亚书，可是就是一个意念，撒加利亚书。我说什么撒加利亚书？翻撒加利亚书也有1、2、3、4章，都有这么多章，可是我一翻就直接就翻到了，而且我脑海里面最熟悉的就是第4章。好，所以呢，第4章的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的，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句话，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1节是这句话。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神啊，你叫我起来做什么？你叫天使来拍我起来，叫我起来做什么呢？当然我没别的答案的时候，我就说照一般人说的清晨被唤醒都是来祷告，那我也不要跟神说我刚才才祷告过，所以我就一个人静悄悄的，我灯没有开哈，我就本来就有一个小壁灯在旁边，但是我就跪在我自己的床边哈，我的圣经还放在旁边啊，暗暗的灯光，我就开始，我没有出声，我就这样子跪在那边。好，我说我想领受神啊，你把我叫醒要跟我说什么啊，我就要领受。可是我在这边静静的跪了不知道几分钟，几分钟我也不知道了。哎，秀兰也醒了，你看她也醒了，我没吵她哦。然后她就醒来之后，她就静悄悄的跪在我旁边，我是半天我才发现她在我旁边的。我们两个人就继续祷告，本来是静悄悄的，后来我发现她在的时候，我就出声了。出声，我们俩一直从4点就一直到7点，7点我们都还没站起来呢，是女儿在敲我们的旅馆的门，敲我们的门，他们要准备出去吃早餐，把我们两人给敲的站起来哈，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祷告什么呢？我跟秀兰祷告，主啊，你白天我们问了这么多人，香港的教会这附近有没有啊？没有一个人给我们答案。那我们两个人心在干嘛？我们两个人心想传福音，想跟教会连结，跟祝福香港的教会。上帝没有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看人、看教会、看教会建筑物，没有。既然问不到、找不到，就算了，就像不期待了，算了。可是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心里期待香港的人蒙恩得救，我们期待香港的教会复兴，这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跟秀兰两个人呢，就放声开始为香港祷告。哎，我从来没有为香港祷告过，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对中国大陆有一份向往，因为它有大美好的这个广大江山，
美丽的江山，可是香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怎么为他祷告。可是那一天我们，你想我们祷告了三个钟头，哎，不讲前一个晚上竟然一直为香港祷告，哇，祷告不完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祝福达到了什么的效果。总而言之，我跟秀兰在为香港祷告的时候呢，都很享受神的同在。好，那么刚才我们《使徒行传》这里面，彼得天使拍了他，就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后面还有说，天使给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哎，反正总而言之，就把他带出了监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你我他任何人，不论你信仰的年岁有多少，现在的光景如何，如果你有劳苦愁烦的痛苦，或者是些事情，或者是啊没有做监牢也有做辛劳，都在牢房里捆着的状态，怎么样可以让锁链松开？那就是上帝随便派一个天使拍你一下，锁链就断了，对不对？那你我已经断开的，已经舒服的，自由的，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上帝天使的代表啊？我们是人没错，可是常常说你不是就是神的使者，我是平安的使者，传福音的使者，传福音的鸽子吗？所以你我都可以成为使者。你知道你的手，我们为什么每一天的祷告，因为大家不但抹油抹手是一个象征意义，但是我们期待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这个油，看不见的是上帝真正圣灵的降临，权柄的降临，对不对？会不会降临呢？会，当然会。至于是这一次会还是下一次会，我们不用管这么多，持续期待。期待谁？今天我们的诗歌，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神的荣耀。摩西看见什么荣耀？摩西看见的是一个枯树枝，枯树，树是枯树，是活的，是死的。它马上春天来就是活的，对吗？对吧？只要那个树根还在，所以它春天来就可以看到树叶了。可是现在呢，是光秃秃的，看起来像荆棘的一个枯树枝，那突然起火了。那如果从我们人来看啊，本来春天可以有花朵，会有树叶的，现在起火了，那没戏唱了。等到春天来，它已经是一团灰烬了。可是摩西看到的是什么？摩西看到的是这个枯树枝，这个荆棘缠绕着。哎，荆棘呀，我们通常把荆棘当作不好的东西，对不对？荆棘就是我们好像被金钱缠累的。那今天枯树枝是要长树叶的，缠着它的荆棘是让它原来不好烧的，就是不好长的，因为它要长树长叶，被荆棘缠住了。所以摩西上帝就用了一团火，哪来的火？天火，烧掉了荆棘杂物，却保留了这棵树的生命，叫做焚而不毁。然后这棵树活的死的？活的。等到这个意象这个场景过了之后，这棵树还是一棵树，春天来了它就是发芽长叶，会长得更好还是更糟？当然，因为荆棘都给烧走了，要存留的存留。可是问题是荆棘会给烧走，一棵枯树也应该烧成灰了，偏偏这棵树是上帝要存留的。我们的血肉之躯像这样子睡眠不足也应该要垮下去了，可是我相信来晨祷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天使把你叫醒了，本来靠闹钟，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很担心，万一闹钟没有响怎么办？有时候我睡眠之前，我现在连想都不想，我说万一我睡过头了太累了，或者是怎么情况，我已经经历两次了哈。那